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会随着那个各个不同的城市是会有一些些的改变。OK， 是。比如说，因为很多歌没有唱到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我们会可能哪个城市我们就唱什么歌。OK， 就稍微再有一些微调，微调好。不过大方向不变，我想最不会改变的就是阿妹每一次在台上尽心尽力的演出啊，这个是最了不起的啊。有胶胶。哎，对，我手卡有盖个胶，对，这样不行吗？可以。你像我是阿妹哦，对，要有一个符号啊，所以像你现在拿这个麦就去掉了，你没有拿自己专属的麦。我麦给我。啊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冷静，对，好，我们还耳麦，对，还要 ear monitor。好，接下来就要来宣布了，到底我们乌托邦世界巡程除了台北的十场之外，我们还要跑到什么城市呢？来，我们请送上我们的仪式板。待会呢，请阿妹哈，我们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哈，因为阿妹特代表的是你的原始的身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用了一个大铃铛哦，这个你有感觉的吧？很熟悉，有 feel 吧？大八六九，对。对，你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铃铛是要干嘛？没有这个，这个是。好，这个铃铛呢？哦，大家看到。好，铃铛是在我们部落因为传统服饰，对，都会有铃铛。是。你听到铃铛的声音呢，就表示我来了。对，所以呢，当你听到卑南族的大铃铛响起的时候，就代表阿妹到你的城市了。请你已经偷咬了，没有声音了。啊，对不起啊，这个大家都累了，我们就到这里假装有。对 ，OK， 好，我们请阿妹用力的摇一下卑南族的铃铛，我们的各大城市的行程也从此刻起跑。准备好了吗，冰姐？好，先拍个照，来，我帮你收，来，我帮你在那边尽情的摇它哈。准备，3、2、1，摇吧，妹神来啦！大家还要继续辛苦哦，这个城还要继续巡下去。